你可能爱歌听烧，你可能爱歌听烧，七彩灯光变化多。南部秀场主持人小诸葛亮模仿本尊惟妙惟肖，第一时间得知诸葛亮复出，广告早已拍完，竖起大拇指直呼果然还是本尊厉害，功力十年不减。功力无退，另外信心十足，还是十几年前哦的诸葛亮。这记者神仙小姐真厉害，无法度去摄到我吃乌脸那张相片。自嘲吃黑轮也会被拍，表情和神韵几乎一模一样，大小诸葛亮说着相同的台词，仿佛就是出自同一张嘴，就连诸葛亮一人分饰五角自嘲七岁的小孩都演了，实在太离谱，说起来也是相似度破表。我六十几岁还要演了七岁，不简单的。我六十几岁啊，各位演一个七岁囡仔，不简单。本尊诸葛亮一支广告走上复出之路，分身小诸葛亮在南台湾秀场占据一片天。诸葛亮复出会不会重启分身呢？小诸葛亮笑称两人加码实在差太多了，不过最大的心愿当然还是一起站在舞台上。连锁作品人邢泰高雄报道。好，另外这一位他是曾经。